你知道吗？我们每天的努力都是为了家庭，为了父母，为了孩子，为了我们的另一半。大多数的人都投入了大部分的时间在赚钱，却忘了规划一个值得拥有的生命。学会当包租公的技能，不单单只是在房地产的市场投资稳健的竞争力，在未来包租代管的市场更是日益剧增的重要人才。我要跟你分享的不仅仅只是财务的知识，更要帮助你拥有全方位成功的人生。因为钱是拿来创造幸福的，是拿来实现梦想，是让自己和家人过更好的生活。我将用我的课程来协助每一位想要成为幸福包租公的你，尤其是身为爸爸的朋友们，更要成为幸福爸爸，财富丰盛，活出爱。因为我深信，当爸爸活过来，家就幸福了。你想不想成为一位包租公，拥有一套完整的系统来协助你自己创造持续性的被动收入呢？我是玉晨，一位在房地产租赁领域有17年的包租公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愿望，但却不知道从何开始，让我来陪伴你一起成长，练就包租公的硬功夫。我曾经在2007年创业，两年后就破产倒闭了，因为当时没人教嘛，都是在自我摸索房地产，所以我和当时的合伙人，我们一起成为了亿万富翁，但是是负债的富。到后来一无所有，我们住进了老旧的眷村里面在过日子。后来因为一群包租公的关系，我跟他们学习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要翻身。我跟他们学习两年的时间，花了200万，他们也教会我如何稳扎稳打的这样的技能。我也帮他们管理了非常多的房子。这17年来，我当包租公服务了非常多的房东，亲手打造了700多间房，成功的经营过、规划过2000多间房子。虽然在房地产的投资有着资本利得还有租金收入两种，但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高超的市场敏锐度、豪赌的勇气，还有承受高杠杆风险的压力。我成功的秘诀是在于这过去的17年来，我不断努力坚持不懈的服务所有的顾客跟股东，还有这一群包租公们，让我们都能够在房地产的租赁投资上成功地维持在100%。投资比的不是谁赚得多，而是谁能够持之以恒。我将用我毕生所学的经历，还有我的经验，建立出这一套连房产的小白都能够轻松上手的线上课程。这套课程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将会教你如何懂得创造财富，成为一位包租公，透过整套的学习，为你自己创造持续的被动收入哦。你将学会包租公的基础思维，给你正确的包租公价值观，以及房产的投资分析，让你了解如何寻找最适合的包租公物件。财务管理与融资，让你学会正确的财务管理逻辑，还有合作模式。房屋租赁管理，学会如何从软装、行销、招租、签约、管理、状况处理。法律与税务，学会更多属于包租公的法律跟税务的知识，保护你的财富以及权益。装修工程篇，教会你如何选择工班以及每一种施工的细节。我教的不只是基础理论，更是实打实的硬功夫。就算你是房地产的小白，只要能够按部就班的执行这套 SOP， 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掌握这套系统。让我们一起开始，一步一步实现你成为包租公的梦想吧。